王琦闺蜜跟我妈哄，等一会儿，杨哥，不是，到底等谁呀？这一会儿碳都没了。就有一小伙，就是小伙。今儿有见过吗？见过，见过。男女的？女的。女的？好看不？我认为长得挺好看。啊？而是你那个长腿龟？哎，来了。这就是啊。啊，行。呀，还有我的呢。来吧，说说吧，你有啥企图啊？什么玩意儿？完了，我没准备。他碰我腿干嘛？这东西呀、啊。爷，杨哥有礼物给你。啊，那个，妈妈节日快乐。嘿嘿。爷，这跟以前在一起是不一样了哈。这生日也给我过了，节日也过了。啊、对了，爷，我也有东西给你。他还买了两个。里面有杨哥的贵重。挺贵呢，谢谢了，有心了，还吃点啥不？点点，再点点。姨，你快吃吧，杨哥说你不吃之前不让我动筷。刚才是这么说的吗？今天谢谢啊。跟阿姨开心的吃。我妈确实好长时间没这么开心了。那你这个节，我又不是妈妈，我过什么节？不是，我是说你不跟你妈。下回给叔叔阿姨喊的，咱一起过呗。真假？拉钩。拉钩。是你想着我而来。